这是一个由开源智能硬件和儿童积木搭建起来的倒计时电子表模型。模型包含一个用来显示时间和设置项的显示屏，左侧有两个触摸式按键，用来增加和减少设置项的数值。另一侧的两个触摸式按键用来切换时间设置项和启动以及停止计时。内部还有一个蜂鸣器，用来发出警报音。打开电源开关，显示屏会显示时间以及当前的设置模式。 H 代表小时， M 代表分钟， S 代表秒。按下相应的功能按键，就可以完成时间的设置。启动倒计时，时间计数完成后，会有文字提示以及警报音，提醒人们时间到了。按下停止键，就会恢复到初始状态，准备进行下一次计时。这是模型的硬件构成清单，其中核心模块用来存储编写的程序，例如用来设置时间和进行计时的四个触摸式按键，就是通过编写程序来实现不同功能的。程序的编写非常直观，通过拖拽模块化的指令，将它们拼接组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完成编程。除了设置一些参数值外，不需要敲写任何代码，非常适合儿童来使用。根据实现功能的复杂程度，编程平台可以满足不同难度的编写需求。程序编译完成后，就可以上传到核心模块，去实现模型的各项功能。您还可以修改程序，去定义实现自己需要的功能。智能硬件采用了磁吸式连接，将各个模块堆叠吸附在一起，就可以完成组装。对于儿童的学习使用来说，简单、安全、快捷。此外，模块还针对乐高积木进行了兼容设计，可以利用积木来配合智能硬件的模型搭建。